好，我们这个呢 ，ATPrint 您下载下来之后，解压缩一样哈、哦，在上面按右键，解压缩至此哈 ，WinRAR 解压缩至此，这样就可以。那出现了这个，点进来找这个档案就好，直接点下去。它有中文，所以应该对老师来讲，可能你这个隔阂会少一点点。第二个，它又跟我们的 PowerPoint 很像。都是一张一张磁带哈，打开之后它会像这样，就是一个绿色画面。待会呢，我们就直接按一个新的专案就好。好，新的专案呢，先不用录制，直接新的专案。那我就停在这个画面，先等老师一下。OK。其实呢，你看开新的专案之后，它这里就有好几种，对不对？其实应该大部分老师可能平常上课都是用简报比较多的。是嘛哈、哦，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 PowerPoint 直接汇进来，它汇进来就是一张一张的，然后你就可以针对每一张去录影，或者你要录声音、录讲话的，好、哦，都 OK 的，好、哦，这样都 OK 的。好，我们先看哈、哦，你一进来之后呢，预设是所谓的录制哈、哦，那我先不要讲就是怎么录，因为第一个我们先录过了嘛，我们先直接用空白的，好不好？空白的就好了哈，因为其实有些时候，其实老师平常，比如说你有办活动啊，或者是说，有一段影片，你可能参考的就是 YouTube 上抓下来影片也好，可是不见得里面影片你有那么多时间去播，或者说你只想要找其中几段，再把它去无存精一下，变成你自己的教材，对不对哈？版权的部分原则上我们在做教学，应该不是做盈利用，这个比较没有问题，所以你可以重新剪接，稍微安排一下。那这一套呢，虽然是做数位教材，可是拿来当做影片剪接软体也是很好用的。所以我先讲影片剪接这一段。好，点了这个空白的专案之后，您看一下，先设定一下专案要叫做什么名字，要放在哪里，还有它的尺寸是多少。好，它的尺寸就是多少？比如说我这个是叫做，我等一下给各位看哦，我有那个好，假设这个影片，那预设当然还是在我的文件夹里面了哈，那个位置。那当然，如果您觉得这个不 OK， 可以记在这。好，假设我放到桌面上好了哈。桌面上可能大家在找比较容易，不过说真的，这不是好习惯哦。不然你的桌面会满出来哦。我有满过好几次之后，我现在平常比较少会这样做。好，再来有没有一个预设尺寸？你看，一般其实我们比较常见的影片的话，假设您是要在电脑上播影片，或放到 YouTube 上。720x480是比较常见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DVD 的规格 ，DVD 的。好，那如果您是所谓的这个1280的，就是称作 HD， Full HD 就到1920。好，那我想以我们这边的电脑情形来讲，应该我还是不要用太多了，不然等一下会跑不动哈。好，我就大概640x480就好了。那看到这个，我就顺便想到一件事情。请问老师在这个 YouTube 啊，我看一下哈、哦，那我要开这个 YouTube， 因为平常我们在看 YouTube 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注意过 YouTube 是不是可以调整品质？你都选哪一个？啊？因为在下面这边，比如说中间这个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在看这里的时候，这个不是可以调整品质吗？请问平常你都选哪一个啊？你平常都选哪一个？自动480。请问哪一个品质比较好？老师都知道数字大的好，对不对？小会旁转，但是重点是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？画质。那代表是宽还是高？代表的是影片的高度哦。这样你了解了哦。
所以你再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这边，你看480，你看的就是这个品质的，这样知道了吧？你如果看那个比较高的是到720，就是1280×720，再更高一点的1080，就是1920×720，甚至现在有一些影片比较大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年那个农历过年的时候啊，鸿海不是有推那个大尺寸的，有没有60寸，甚至在更高的，它有的到4K 啊。我们1920就是 2K 嘛，2020就是等于2048这样的意思哈、哦。那4K 就是到4096，那萤幕就更大。所以如果它原始的影片有这么大的话，你还可以再选更高品质的，只是它的后面就比1080再高一点，好、哦、再高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是顺便提到的。那如果好的，他问你你要几张投影片有没有？我们先一张就好了，一张就下下叫了，真的，一张就可以了。你按 OK， 好，进去之后呢，你会看到类似像投这个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？然后下面就是它的时间轴，我把它往上拉哈，时间轴在这里。右手边就是我们的投影片，哦，就是只是它在里面称作幻灯片，所以万一没有够的话，你可以从这边增加。你看第二张、第三张，有没有很简单？请问投影片顺序要调整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用拖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也会啊，拖曳的，按你了解哦。嗯，所以这个其实不难。那我现在就很单纯的，我们就加一张就好，好、哦，就加一张。你按到它不要就 delete 掉就好了， delete 掉这样就可以。好，那你如果要影片的话，我这边这里好、哦、可以插入影片，可以从这边来选。那如果说老师您需要影片，也可以直接从我们上面直接抓。请问你如果你要抓影片该怎么办？有几种方法哈、哦，我这边先暂停一下哈、哦。